2700公斤，没吃攻击天赋。平砍龙神的常规数据是4000啊，暴毙10000。平砍能触发套装，平砍能触发套装，出连击、出必杀、必出林中鸟，打死怪触发嗜血追击，每次都能触发额外套装啊。这是普通连击触发了林中鸟，林中鸟打死额怪再次触发嗜血追击，嗜血追击还有几率触发套装啊，这把没有触发。这是录像吗？不是直播。然后你按照规则填写姓名电话地址就行了。再出连击，出连击必出林中鸟，林中鸟触发嗜血追击套装打死怪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嗜血追击？好，出必杀了，还有一下吗？还有一下吗？啊，没有啊。5600出必杀，必杀再出林中鸟，林中鸟打死怪触发嗜血追击，还能再搂他一下，嗜血追击触发套装啊，再来见到四方4500暴毙，再来。兄弟们，会鹰击的鬼将酷不酷？